在鹿港呢，有这么一家的超商，大夜班店员呢，因为临时有事情外出，他竟然呢就在柜台前面放的这两张的海报，写着什么呢？有一张写的是店员有事离开，不好意思；另外一张写的是呢，指着一个箭头往外投的标示，写着请去71，提醒了顾客到别家去消费。消费者看到这两个海报呢，简直傻眼了，怀疑呢是不是店家遭到抢劫，把照片PO到网络上，结果这张照片呢，现在变成了网友热烈讨论的趣闻。